金秋十月，三军列阵，铁甲生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神圣时刻，人民军队接受祖国的庄严检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曾13次以阅兵的形式在天安门广场向祖国母亲汇报。这次国庆首都阅兵是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集中展示，是对建军82年，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发展的庄严检阅。共和国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解放军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隆重盛典，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共和国不会忘记，1984年10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检阅车向受阅三军将士问好。沐浴着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共和国历史翻开了改革开放新篇章。人民军队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朝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目标迈进。共和国不会忘记，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三军将士。人民军队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使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大力倡导和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回眸历史，人民解放军1927年8月1日创建，走过了82年的光辉历程。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积极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壮丽凯歌，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伟大的时代孕育英雄的军队，伟大的胜利培育英雄的气概。这支军队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不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永远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